华山基金会秀水爱心天使站在地老人服务已经迈入第七年，在各方善事和义工的协助之下，总算在今年找到了天使站的所在，并在3号在秀水乡公所头前广场举行为爱等待秀水社站的活动，正式向在地乡亲来报告秀水爱心天使站正式成立。小朋友古锥的表演示威活动闹得开场。华山基金会秀水爱心天使站近前七年拢无一个所在，今年在各善心人士甲义工的协助之下，总算是顺利找到，未来将会继续帮助搁较侪独居时代。我们在地服务了7年左右，那还没有在地建站，那终于是在我们今年108年4月份的时候，那秀水天使站已经经过就是我们在地善事的帮忙，然后找到了一个据点，然后成立了天使站。那今天我们就是办了我们一个开幕式的茶会，那也希望借这个活动能够再继续的推广一下我们的送爱的活动，送爱到家，那每日40能够认住我们的一位老宝贝，然后以及希望能够招募更多更多的在地义工，然后来为我们以后秀水天使站能够服务30长辈，能够更有效率这样。长期支持公益活动的秀水乡长林英佳，认同和时代在地老化老在乡里的服务理念，马策会家己成为老宝贝守护天使，希望会当号召更加侪社会大众做伙响应，共同守护咱的时代。今天是华山基金会来我们秀水7周年哈，他也在我们秀水落地生根，成立这个服务站啊。长期以来，那个华山基金会对咱秀水乡的一挂独居老人，我们有64位独居老人哈，这一挂房事，还有一些物资啊，这咱一般咱这个建户做袂到的哈。华山基金会这个王站长哈，对咱这些独居老人拢非常照顾。在这里感谢华山基金会还有我们秀水狮子会其他在善心人士对这个基金会的支持。华山基金会是秉持在地老化，以结合本乡本土资源照顾本乡本土的老人理念，目前已经在全台设立387个爱心天使站，希望这个活动号召乡亲来支持，因为有你送爱到厝内连续计划，让服务会当持续，让更多时代得到协助。新中华新闻蔡中青秀水采访报道。